拍节目竟然被人闹阻塞交通。现年42岁的薛凯琪出道20年仍然保持冻龄美貌，近年专注在内地发展的她近日现身广州一间茶楼拍摄节目，片中所见穿着黑色吊带背心衬工装裤的薛凯琪一身打扮非常青春，现场聚集了约50人围观，有部分网民不满留言说来吃餐饭搞到交通挤塞，但亦有当地的居民留言反击说这里有妇幼医院和儿童医院，100米一个红绿灯，距离不来都日日塞了。